麻烦你们就不用讲话。好，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那我们又来到一个深山的山区啊。今天是连续三天下雪第一天，那山区里面有很多游客，那我们就找了一个秘密的地方，安全的地方，来做善供下施，希望对此地有所帮忙啊，希望对众生有所帮忙，希望对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和平赶快都有所帮忙。简单的来说，我们要以这么多清净甘露的食物来为整个世界所有众生，特别是苦难受苦的众生，特别是我们对不起他的冤亲债主，为他们给我念一次供养佛法生三宝，供养佛法生三宝，供养护法善神，供养护法善神，布施六道众生，布施六道众生，布施父母祖先，冤亲债主，冤亲债主啊，特别乌克兰跟俄罗斯一定有一个战争的冤亲债主啊，重回向给他们，甚至新冠肺炎与我们人类的冤亲债主，我们要布施给他们。嗡啊吽，嗡啊吽，这个烟那么大了哈，啊，起一点火啊，嗡啊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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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少我当太多了，就上不来，那么少我当太多，上不来，上不来，那么少我当太多，上不来，上不来，红红啊红红啊红，那么少萝卜当太多，少多少萝卜当太多，上不来，再起一点火，那么少萝卜当太多，少多少萝卜当太多，上不来，那么少萝卜当太多，少多少萝卜当太多，这边不要跑，那么少来，但是少罗少罗不来，少罗不来，少罗沙婆和暗夜那上婆我再来，暗夜那上婆我再来，红暗夜那上婆我再来，红。那各位说这个时候啊要来祈福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慈悲烟供，慈悲施食，最主要慈悲的意义是要帮助那些特别地狱道众生、恶鬼道众生啊，所有被人类屠杀的动物，所有的造成战争、车祸、生病、传染病的这些业力债主。那我们首先替他们修福报，就是要为他们供养啊，无上福田，就是佛法生三宝，然后以佛的力量、三宝的力量加持他们，令他们欢喜。再来呢，要供养所有的，是在山里面有山神、土地龙神、地方的鬼王、龙王、魔王，我们都供养他们，让他们不会有障碍，还会护持保会，他们也得到利益功德。特别我们人类各种宗教都有宗教的各种的主神神明护法，我们都相信啊。当然我认为做烟供各种宗教都一样，都一定要有信心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哇，阿弥陀佛马上现前来加持我们消业障，内心清净，还可以带着有信心有愿力的亡魂往生者投身西方极乐世界，要有这个信心。所以特别这个清净的烟供在荒郊野外啊，为他们呢供养所有的佛、所有的经典、所有的菩萨、所有的出家人，这个叫无上福田啊，尊敬的福田。那以这个善供三宝护法善神，我们目的呢是要帮助所有跟我们一样会轮回、会生老病死、会痛苦的所有生命。当然生命的层次有分很多种，地狱道太苦了，恶鬼道啊，长期饥饿至少170万年，动物道各位都知道经常被屠杀，但是食物呢，在金光明经说用食物来为所有众生这样子善供三宝，让他们有福报，再为他们慈悲下施众生，然后他们呢就可以得到利益，然后我们参加的人、随喜的人，包括我们现在一起在网络共修的人，就可以得到所有世间的福报，出世间的福报。什么叫世间的福报？听一下，求长寿，得长寿，得消病苦，得发财，得事业顺利，得处所平安。啊，特别我们下午开车到山路，哎呦，车子好多啊，真不要有车祸啊，不要有各种的障碍。所以就希望开车人平安，做事业人没障碍啊，等等，包括夫妻的、子女的
人际关系都会改变。为什么？人跟人之间都有一些冤亲债主障碍啊，包括身体会生病啊，有堕胎的，有吃肉的，有心情怎么样的，而造成身体的问题的，那透过上供下施圆满的功德，那就可以帮助。所以大家一起在共修，就一起也参加。你在家里点一支香啊，你在家里点一支香，供一杯水，还是呢放一点点可以吃的食物，给它摆在你家的外面，阳台外面都可以。但是你拿起食物的时候，一样跟我这样念：供养三宝，供养护法善神，布施众生，布施冤亲债主鬼神，哎，这样布施啊，那这样就有帮助众生。那你看现在我们这批人刚吃饱饭，大家精神好啊，啊，力气大，又躲到山上来要当做运动了，然后呢马上来帮助。所以各位，这样子好玩还是出去外面玩好玩啊？好玩。要说两种都好玩，那这种好玩有意义，可以解脱，可以慈悲，世间的好玩可以让心情好一点啊。但是透过于世间的好玩，进一步帮助众生好玩。我知道各位住的房间还有温泉啊，所以各位晚上洗温泉不要光你自己洗啊，啊，把温泉放好以后先怎么样，来供养三宝，供养护法善神，啊，洗温泉，嗡啊嗡，对不对？供养完以后，那你自己可以下去洗。等你洗完以后，把这个温泉水啊，布施给众生洗，好不好啊？那所有众生洗温泉，他就可以身口意得到清净，而且你为他念佛，啊，他就可以升天升净土，至少跟他结好缘。所以吃饭也好，穿衣服也好，洗温泉也好，喝水也好，各位在吃食物也好，都可以圆满修行。啊，修行就是对上的这种尊敬、信仰，还有祈求他的加持，就是我们讲的佛法僧三宝或世间的神明。对下我们要慈悲啊，宗教最主要的意义就是慈悲了啊。喜欢有人有钱帮助穷人，有些喜欢放生救命，有些喜欢帮助病人盖医院啊。但是佛教的范围更广，除了人这个范围，那么所有轮回痛苦的众生，包括地狱道、恶鬼道、动物道、人类身上的冤亲债主、死亡的各种人类啊，甚至几千年来死亡未超度的，不管他是什么因缘还在受苦的，我们在山区里面就有山神、土地神啊、鬼神，古时候留下来的，这边有原住民啊，来供养所有泰雅族、所有原住民之鬼王、祖先、往生者、现世者，同享功德。嗡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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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嘛呢呗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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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所以我想各位，你在家里，你刚刚吃饭的时候有供养三宝护法神，然后呢，你又拿起一颗饭粒布施，你也在上供下施啊，把这些功德大家通通融入。但是这么大的功德为自己吗？太自私了。所以呢，念下来回向法界众生，回向受苦有情。回向冤亲债主，所有人类这几天放假，他们要来度假，希望他们都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，啊，又可以听闻佛法啊。现在很多都市还有，元宵节继续延续来的灯会啊，那很多人喜欢在假日喜欢到参加庙会拜佛拜神，都非常好。所以我们都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他们，能够快快乐乐，而且得到佛力神力的加持。但是慈悲最主要是，把这些力量都供养他们，希望他们早得离苦得乐，早得离苦得乐，而来广修这些功德。所以，来大家再念一次：上供下施，所有功德，供养三宝，护法善神，六道众生，冤亲债主，当愿众生长寿健康，富贵有钱，家庭圆满，事业顺利，一切满愿，听闻佛法，深信因果，断恶修善，布施持戒，了解智慧，修大悲心，发菩提心，信愿往生极乐世界十方净土。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所以我们加入各种的不一样的食物，他现在加麦片，麦片除了食物也是一种药物啊。所以当愿众生消除病苦。这个等一下，牛奶等一下。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，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，
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。像我手上拿的蔬菜，要观想所有草食性动物，所有喜欢蔬菜的，他们都吃得到。念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草食性动物都吃得到，喜欢吃蔬菜的都吃得到。嗡啊吽，嗡啊吽，要这样啊。当你拿面包的时候，你要想啊，所有喜欢吃面包的都吃得到。所以你在透过布施的时候，也在修行你的悲心啊，关心众生的心态跟行为，这样你就可以改变命运，改变命运。所以这山里面的山神，这些土地龙神非常高兴啊。那各位就来这边，不是浪费钱呐 而已，而是来这边广种福田，广结善缘。特别到了晚上，经典说这些孤魂野鬼、咽口鬼特别多，他们很喜欢出来找食物吃。那我们慈悲一直帮助他们啊。那么烧瓦当当，多瓦当就上不来辨识咒。那么烧瓦当当，多瓦当就上不来上不来。大家跟我念一次，嗡啊吽。那么烧瓦当当多瓦当就的嗡上不来上不来吽啊！各位年轻人以后把它背起来啊，太慈悲了。那佛陀说会念这个甘露咒、辨识咒，保证将来成佛，现世得到各种福报，升天富贵。鬼神都敬畏你，向好庄严啊，得诸佛菩萨的加持，得护法善神的意念。这个咒叫大悲太阳咒，也叫甘露咒。所以大家如果能够都会念最好。那现在如果有水的，洒洒水，念甘露水真言，洒在地上也可以啊。那边有药是吧？那么娑罗波耶当他耶多耶达住龙，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。那么娑罗波耶当他耶多耶达住龙，娑罗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。那么娑罗波耶当他娑罗娑罗本来娑罗。我来做了沙婆和嗡阿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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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来背面吽，我们来背面吽，我们来背。跟我念一下，嗡嘛呢呗咪吽。这六个字啊，代表六道众生都脱离业报轮回痛苦。六道众生啊，都六根清净，他们也修菩萨的六波罗蜜，往生了诸佛的净土。念一下，嗡嘛呢呗咪吽，嗡嘛呢呗咪吽，嗡嘛呢呗咪吽，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。我可以这样说了，各位今天到这个山区里面来种福田，生生世世你跟这一片土地的人事物就结善缘啊。如果你在这边做生意，你在这边开饭店，你在这边从事什么，都会有福报啊，都比较顺利。所以佛教要我们跟所有的生命，不分种族啊，不分他的业报，都跟他结善缘，跟所有的地区都跟他结善缘啊。所以很多人会关心我会不会赚钱啊，我卖这个东西生意好不好啊？如果你是种了善，结了善缘，那么众生就喜欢你的东西，买你的东西，护持你，那你就比较有福报。至少各位了解这个道理。原来念一下，帮助别人才是帮助自己，帮助众生更能成就自己。所以千万不要有伤害任何众生的一个想法，或是语言，或是行为，千万不要去做。各位记住，不然就会恶有恶报。然后帮助众生的任何一个行为，我们都要去做。所以就是佛陀告诉我们，念一下自尽其意，不是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。然后你去不要造恶业啊，帮助众生，然后你的内心里面还充满了清净，充满了悲心，是诸佛教。这就是整个佛陀的教育。那希望大家都成为这样子的人格，来从事这样子的功德啊。所以各位做烟供功德大还是洗温泉功德大？对了，如果你用菩提心，两个都一样大。但是如果你是洗温泉享受，那就没福报，那只是损福报。有钱嘛，就钱用完了。但是你把洗温泉当作上供下施，所有，天气寒冷的地方他们都得到温泉，饥渴的地方喝到温泉，然后呢，你在洗澡洗温泉的时候变成供养三宝，把你的最快乐供养佛菩萨。供养护法神，供养所有痛苦的众生，希望他们离苦。那你的洗温泉变成菩提心，变成你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发心修行啊。所以各位吃饭也好，穿衣服也好，开车也好，你都把它当作上供下施，那你就对了。包括生病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愿所有众生的病啊，我来替他承受啊，愿所有众生都不要生病。愿三宝加持，所以你生病的时候就祈求三宝加持，护法神加持，帮助六道众生离苦得乐，还冤亲债主的债，那你生病也变成一种修行，这是最主要的意义啊。所以老师说，
今天带各位出来是勾引各位出来啊，目的是要搞这个了。你想办法还勾引各位去拜佛了，用各种方法。但是你不先给他世间的快乐，比如说你现在给他这么多的食物，所以爱的食物就是操纵他最好的力量啊。所以他们喜欢吃，我们给他吃；他要香，我给他香；他要要，我给他要，他就高兴了。这一高兴，他就超度了。所以对待人就是如此。所以各位结婚的人，要不要送给太太黄金珠宝钻戒啊？要。哎，要给他喜欢的香水啊，他喜欢的，不要骂他，不要念他，不然他不听你的。对。哎，爱是唯一的方法啊，所以要这样去实践，不要随随便，好不好？好。念经就好，不要随随便。念佛就好，不要随随便。卖修吐恨不恨？夫妻卖修吐，要以后修吐罚十万，十万你们拿不出来，拿一万拿来做因果啊！所以我想用各种方法，既然你对鬼都这么好了，你怎么可以对你老公、对你老婆不好？有没有道理？有。对了，所以不要怕鬼，不然你老公变鬼。对。鬼王你好。好吧，我想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希望大家，你的家庭就是你的道场啊，你走到哪里都变成慈悲道场，给众生欢喜，不要造成众生痛苦，不要开快车，不要骂人啊，你做的事业一定不要伤害到国家社会，伤害到任何生命，你去做事业，不然的话你做的事业伤害到众生啊，你去卖肉，你去杀动物，卖不好的药啊，对社会有伤害的，虽然你赚到钱却赔了自己，这是不对的，赶快改变业报，不要去做，去做一些善良的行业，啊，有功德、有道德的行业。人不是光这一辈子，人有尽未来世，不断的轮回。所以大家一起同享功德。最后，我们以上供下施功德，回向法界众生，不为自己，反而你自己得到更多。来，上供下施，慈悲烟供，各项功德，随喜大家所做功德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。夏季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念一下嗡阿吽，念七八遍。你要观想整个跑到乌克兰，好不好啊？跑到地狱道，你关心的地方，跑到非洲，跑到医院，跑到学校，需要福报的地方啊！高速公路大家都没有车祸，来，嗡阿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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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嗡啊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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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它拍过去，大烟哦，来，三界清净唱，山有大悲客，冲遍无尽甘露，以正法性力，回向无尽藏，同生极乐国。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所有世界。所有法界，所有众生，同享无量无边功德，慈悲大功德。嗡阿吽，嗡阿吽，嗡阿吽。好，各位平常就算没办法烧一个饼干也好啊，一杯水也好啊，啊，一点点药也好啊，一支香也好啊，然后呢，就轻而易举，像我天天一直撒，一直撒，往上面就是供养三宝，滴下来就是下施，一样用水，就是。保持悲心，这样最重要了。好，大家发个愿，一定能够满愿啊！这个上供下施的功德，发愿自己不要生病，爸爸妈妈健康，子女乖乖，老公不骂你，老婆不生气，随便你啊！然后除了发了世间的福报的愿，也要发出世间自己有智慧、有悲心啊，将来能够成佛，众生都让他成佛，这是最高的愿，菩提心愿。大家各自发愿。老婆少多了，上面少多了，聚之难导之导，我们走进走进走进少宝。所谓布施者，必获其利益；若为乐布施，后必得安乐。供养、烟供、施食一切，当愿众生所作皆办，具足佛法，也随喜所有不断的护持者、参与者、共修者啊。那我们在世界各地，大家都有参加这个共修，所以我每天都会找个机会，大家一起来加入这个功德。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。